火眼金睛仔细挑拣，无瑕疵，够鲜艳，还要泡水洗干净。贴好标签，证明出自屏东仿山，准备外销到国外。这一款龙虾芒果一颗要价近200元，顾名思义就是用龙虾壳施肥。进的营养剂，它内底有甲壳素。品种选用艾文，把龙虾壳分解拿来当肥料，因为含有甲壳素跟钙，味道更香、更甜、更鲜艳。瓦斯加北制芒果素不会淋到雨，可以防止那个虫害。现在的芒果外销的话，一公斤是120。然后龙虾芒果可以到1公斤150，日本、韩国，还有香港，还有纽西兰。屏东年产30吨，产季只到6月底，有80%都是外销。不过有百货瞄准国内高端市场，期间限定开卖龙虾芒果，可以上前来跟署长拿龙虾芒果喽。一个下午送出50颗龙虾芒果，让民众尝尝鲜，试水温。肉质比较肥厚，然后比较有水果的香甜，很 Q， 然后纤维质也比较柔细。其实台湾好吃的芒果品种有很多，高雄出产的金黄果实大，甜度高，水蜜桃芒果带有水蜜桃的香气，彰化栽种的金蜜从菲律宾引进，甜度高达21度，还有嘉义农民党主席研发的农民岛芒果带有土芒果的香气，更别提台东的下雪芒果被誉为芒果界的 LV。 这回芒果界的精品又多了龙虾芒果加入战局，让民众大饱口福，想吃哪种芒果又多了新选择。三立新闻张哲如、惠山、平罗道。